老臣救驾来迟，让皇上受惊了。雅爱卿，雅爱卿，以后不许离开朕的身边。臣家查临救驾来迟，都免礼吧。坏了，朕的爱妃还在宫中，老臣现在就带人去救，跟我走。 爱卿，朕的妃子还在那边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杀死狗皇帝，誓死效忠龙太子。吾死得其所，吾死得其所。给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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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
皇上，已经打过三轮了。皇上，臣确实是误了时辰。昨夜我们锦衣卫得到密报，说通州和龙太子的刺客在集结，我立刻带领全部人马赶了过去，谁知道却扑了个空。等我回来，立刻有人向我禀报，说有人进宫行刺，臣救驾来迟，让皇上受惊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 若非刘贵妃昨天生辰，朕扮成那种模样，啊，可能朕现在早就身首异处了。多亏了杨爱卿救驾及时啊！你们是谁？你们是锦衣卫啊？那是朕的耳目，消息还不如一个大将军来的灵通。请皇上下旨，将臣。 及臣的一家老小全部收押，或杀，或发配，臣甘愿受罚。杀了你们全家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杀了你们全家有什么用？一群废物！你知道这个龙太子
杀了朝中多少重臣。自腊月起，朝中痛失九位重臣啊，那都是朕的亲信，他想我身边没有人用。现在我身边只有一个杨充德了，还有这龙太子，几次轻易得手，现在都敢到宫中来刺杀我了。你说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哎呀，罢了罢了罢了，你指杨充德救驾有功，封他一等中勇公，即刻起掌兵部尚书大权。还有你们几个，你们几个人头先留在脖子上，等拿龙太子的人头来和朕换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属下无能，本已带着众兄弟成功进入内廷，不料却错失了杀狗皇帝的机会，导致兄弟们悉数被杀，请殿下降罪。是杨充德带新军救驾的，千算万算还是差了这一步。一夜之间，杨充德还换了九门和神机营统领，将我们的人悉数洗牌。腊月以来，保皇派官员一一被我除掉，本剩杨充德一人。本以为他会安居乐业，可以忽略不计，没想到是他坏了我的大事，而你竟敢活着来见我。属下留此残躯，只待为殿下略尽绵薄之力。你留下，其余人都退下吧。为龙太子效命，即为天下效命。你过来。只要杀了姓杨的，拿到兵权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等我做了皇上，你就是我的皇妃。谢殿下。都七八天了，龙太子呢？现在不是他活着，就是朕活着。大海捞针呐！总算追到你了，贼人林啸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束手就擒？我呸！你们几个家伙，从漠北追到关内，从关内追到中原，从中原追到京师，狗咬骨头，死不松口啊！怎么，我是跟你有仇，还是杀了你全家？阴血狂魔林啸，你在漠北连犯数宗大案，还拿活人修炼魔功，反武林正道人士，皆人人得而诛之。为了肃清武林，伸张正义，
我呸！满嘴假仁义道德的武林正派，若不是你们仗着人多，你们几个谁能拿下老子？给我拿下这个败类！用毒卑鄙明不掩诈，笑到最后的不还是老子吗？哎，谁打扰老子休息？朕谁能说话？你猜？我猜？我猜你姥姥。给老子出来，给老子出来，出来！在这儿，你们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为何要搞那么大动静出来，搞得小爷没法睡觉。你们三个人追他一个人，竟然被他所中暗器。哎，你打扰小爷休息，还骂小爷姥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接着，好，谢谢。您是？他就是铁重命。好，你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截住这家伙，我也不好半路截胡。这次呢，算我帮你们的。不过记得，日后一小楼请我喝酒。哎，你就这样走了？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对付不了他吗？少侠请留步，救命之恩不能不谢。家伙这么肥，据说这铁重明是当年名满江湖的大侠，铁手飞鹰的后人，难怪这么厉害。这铁重明一年前从昆仑入中原，一路上惩恶扬善，杀了好几个江湖败类。据说铁重明现在正为一小楼缉拿江湖恶道，领取赏金。那半月前被杀的空徒恶道，是否也是重明所为啊？正是重明所为。通同恶道为非作歹数十年，做尽了十恶不赦之身。掌柜的，白虎酒。好嘞。重金悬赏数年，终于被崇明所杀，真是大快人心呐。是啊。铁少侠，今天有什么收获？哎，不提也罢，救了几个人，白跑一趟。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江湖武侠之一的陈武侠对你可是赞不绝口，他称你是吃恩不图报，救人于水火之中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了要给你小子悬赏花红。这陈武侠倒是言出必行啊。这些给那些受伤侠客养伤，这些替我给并且伤害过的人。这酒我送的，
上好的花雕。凌霄呢？死了。他可有家人？怎么，我们这儿可不行祸及三代啊，你这更别说家人了。如果有这些给他家人。谢了。馒头回来，来，哎，都过来吃饭了，都过来了，吃饭了。哎，你的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的，好啊，给，谢谢，给你。叔，馒头。最近怎么样？身体好多了吧？好多了。药都吃完了吧？吃完了。晚点，我再去抓一些。吃吧。崇明，谢谢。谢谢。慢走。留步。沈大人一会儿就来，请稍候。逆巡，你果然是叛徒。立寻，铁兄，怎么是你？哎，我今晚陪我喝酒。危险！啊，原来如此。兄弟，你先走，这俩交给我。你是谁？龙太子临办事，想活命的别挡道。想找我兄弟的麻烦，先过我这一关。糟了，
寻，李寻，兄弟，兄弟，你给我坚持住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帮我找到锦衣卫沈大人。龙太子要杀杨崇德大人，他们要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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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刁民，见到锦衣卫沈大人，竟敢如此无礼！你是铁手飞鹰的后人，是又如何？既是英雄的后人，为什么帮龙太子黑白不分？你们是锦衣卫的人，你们才是黑白不分。李兄临死前，让我告诉姓沈的，龙太子会对杨崇德下手。你是李寻的什么人？我早就劝过他，不要吃这口饭。跟着你这样的糊涂官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你，藏在龙太子手底下的人死了，以后再想知道他的消息就难了。龙太子一日不除，我大明江山一日不稳。你们有谁愿意接此重任呢？兄弟，我早就跟你说，不要吃官府的账儿饭，可你就是不听，非要说伸张正义，为世界张目。这人世间的事，有那么多不公平，在哪里不能伸张正义？如今可好？剩我一个人警觉了。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。为你报仇。皇上息怒，此事臣还在查。虽然臣的内线死了，没有拿到暗杀名单，但是臣已经知道龙太子这次要暗杀的是杨崇德杨大人。皇上，皇上，快传太医！快，皇上保重龙体呀。皇上，皇上，沈大人，杨崇德是朕最后一个亲信，他手握朕半壁江山的兵权，他在朕就在，大明的未来也就在。无论如何，
誓死保卫杨崇德。臣明白，臣一定誓死保卫杨大人。你旨，下军令状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多加派人手，散布在杨崇德杨大人府邸周围，留意一切进出人等。杨大人无论去往哪里，你们明里暗里都要给我严加防护。是。沈大人，稀客张大侠，请坐。不知沈大人来一笑楼有何贵干呢？张大侠，陈武侠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这次来是想让二位给我推荐一位为人正直、武艺高强的侠士。哦，沈大人，你们锦衣卫人才济济，为何还会拜托我们这些江湖莽夫啊？锦衣卫在明，挡不住暗处的利剑呢。我打算一明一暗，找一个人在暗处配合我。这么说，皇宫的刺客案还没有破？是啊，那个所谓的龙太子拟定了一份暗杀名单，详情我不便透露，是以我才找你们二人给我推荐一位可靠能堪当大任的年轻人，帮我去保护一个人。一般有为的侠士可不屑与你们为伍，更别说江湖人入朝堂时，这可是江湖禁忌。嗯，也不见得，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银子了。哎，想不到义字为先的江湖人现在张口闭口也都是金银了。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，别人不敢接的单子他敢接，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。如果只是一个贪财之辈。沈大人，此言差矣。有道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许多为了生计打拼生活不堪负重的人，反倒是品格高尚。贪财之辈多有富裕，反倒是不愿拼命涉险。龙太子的威名江湖上谁人不知？沈大人，你可知道这差事是拿命去换银子？命换花红，赏金千两。黄金虽多，也得有命享啊。是啊，再多的黄金，也舍不得这条命啊，不是吗？可不是嘛。这事儿啊，这事不能干。走吧，走吧。说，我找大夫来。生老病死，天地共理。孩子，你好心救助我们，帮了我们这么多人，多大的造化呀！说，此话严重吗？你好些养病。看要钱财，不必担心，也不必担心我。
只要有我在一日，今日如此，日日如此。兄，果然是不出我所料啊！你小子可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。是你？是我，没想到悬赏的人是你。你真的不怕死？怕死就不会结绑。你的武功很好，我知道你这次冒死结绑是因为缺钱。我不愿意官复为伍，但眼下确实缺钱，我需要银子救人。你要救什么人啊？要知道这些银子也可能是你要用命去换的。一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孤鹰，他们需要钱治病安置。你的悬赏令是否与害死立勋的人有关？不错，杀死立勋的是龙太子。立勋临死之前留下的消息你也知道，我现在需要一个死士，拼死去保卫兵部尚书杨崇德杨大人。是杀了无数朝廷重臣的那个。坊间传闻龙太子会替天行道，杀一切贪赃枉法达官显贵，最终目标更是不离百姓疾苦的当今皇上。除此之外，绝不欺负平民百姓一丝一毫，定还朗朗乾坤一片清白。你好像很赞同龙太子啊。他只不过是接替百姓张目之名，谋取天下大位的无耻之徒。这世间并没有因为他好一丝一毫，反而多了更多的冤魂。当今皇上虽然行事荒唐，不过并不是无道昏君。自古只要皇权稳定，天下的百姓就会安居乐业。我之所以舍命保皇，一如杨大人，就是因为有他在，就不会变天。你愿意去当那个舍命保护杨大人的人吗？我与立勋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习武，虽不是血脉兄弟，但更胜手足。如今他被龙太子所杀，于私我要为我的好兄弟报仇，于公这等欺世盗名为一己私利祸乱苍生的祸害，我自然要将其除去。只是不知你是否信得过我。我不信你，但是我信铁手飞鹰。铁手飞鹰一代江湖大侠，我相信他的后人人品不会差。我也相信立勋，立勋临死之前能把消息告诉你，就证明你不只是他的好兄弟，他也相信。好，这单我帮定你。但是我有个请求。但讲无妨。有一批灾民还希望大人能帮忙安置。好说。
锦衣卫已经保护杨崇德了。是，听说是沈明凤亲自保护的。看来就算除掉奸细，拿到暗杀名单，消息还是暴露了。就算如此，立即行事，杀掉杨崇德。为龙太子效命，请为天下人效命。为龙太子效命，请为天下人效命。为龙太子效命，请为天下人效命。皇宫刺客案已过十日，杨大人这些天在内廷保护圣驾刚刚恢复，龙太子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按下杀手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另外，将军府里必有龙太子的眼线，你要时刻警惕。你好，老爷在书房等您，请。请带路。在下崇明，拜见杨大人。我已经接到沈大人的密报，让你来保护我，委屈你了。以后咱们就以叔侄相称，我一定像亲叔叔一样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如此，小侄崇明，拜见叔父大人。好好好，我已经吩咐堂下为你接风洗尘。你随我到前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设下犬子。叔父请。走。这老家的堂弟长得真文静啊。多谢堂兄夸赞。我来。老爷，您前几日寿辰一直在宫里办，家里面没有机会给您办寿宴，大少爷说如今您离宫回府，咱们也得吃一碗长寿银丝面，讨一个平安长寿的好彩头。哼，算你小子还有良心，没有白疼你。且慢，叔父大人，府上可有银块？有。堂兄，你这是要干啥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家里的吃食都是自己人做的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小心无大错。爹爹，我这是要表现孝心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面谁做的？厨子呢？大人，厨房那个厨子他死了。是龙太子的人吗？哼，还能有谁？这次多亏你小心，让我躲过一劫。于师兄怎么样了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把自己锁在房间，不敢来见我。本以为他们会派杀手夜间来行刺，没想到会用如此下作手段。日后府上吃食一定要小心。叔父这的碗筷全换成银的吧，平时请让我亲自为你试毒。沈大人给我找了个可靠的人啊。我与这龙太子业务账要算一算。原来是这样。不用再做无用之力。还是你说的对，
他们还是派人来暗杀，多亏你想得周到。说，是谁派？殿下，我们一共下手两次，但都失败了。眼线告诉我们说，杨大人身边从老家来了个侄子，功夫了得，和杨大人出入是形影不离，在外面暗藏的锦衣卫时刻盯着，但最近实在是没有机会，无从下手。形影不离？哼，什么侄子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老家有亲兄弟？老爷，什么事？扎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末将拜见大人。免礼。查令啊，你现在已经升为公指挥使了，不要动不动就给老父行大礼了。这是从老家济南府来的侄子，想跟我见见世面。哦，果然是玉树临风，英姿飒爽，英雄少年。大人过奖了。怎么样，你从九门寻访到此，可否有发现什么异常？暂时还没有任何发现，不过我听说近日来有好多人陷害大人，下官不放心，特地来问问大人。请问下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府中有表侄在就行了，你不用多操心了。只是这个龙太子太过嚣张，你还是多留意他的线索就是了。遵命。大人，进展如何呀？属下总是觉得这龙太子是存有异心呀。哦，嗯，他现在倒是越来越有能耐了。我认为他这个侄子分明就是锦衣卫派来的人。咱们接下来怎么下手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实施更周密的计划。三日之后，杨崇德他为国门的儿媳要从杭州的府上来京城，咱们来个狸猫换太子。飞雪，下一步就看你的了。属下一定不辱使命。活口！傻小子，新娘子来了！哎呦喂！是啊，我想有福气。新娘子长得可真漂亮呀！哎呦，马上！恭喜你呀，真是有福气呀！小何拜见老爷。哦，免礼免礼，我们杨家乃是将门世家，没那么多讲究。这是小儿玉石，再过个把月，选个吉时良辰，就让你们完婚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大少爷见礼了。
哦，姑娘好，姑娘好。这位是御史的堂兄弟，以后叫指少爷吧。指少爷好。姑娘多礼。当年我与你爹同在江宁为官，算是故交吧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你爹把你培养成如此得体大方。好，好。是挺好看的。石少爷。小姐绣的真好看。石少爷好。你早就发现我了。不知道石少爷在说什么。怎么，你也对女工感兴趣？不，我刚路过觉得好奇。你的刺绣手艺很好。熟能生巧罢了。若石少爷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小何就先告辞了。来，崇明，快过来，尝尝小何泡的茶，真的很好喝，冰的，里边还有一朵花呢。这是雨见龙井，我拿冰片沁了。这白菊花不过是为了好看罢了。池少爷，你也尝一尝。叔父，我们已经说好，府上任何吃食，我先被你试毒，你忘了吗？这小何也不是外人嘛，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她这不是一片孝心吗？叔父，我是为您的安危着想。我这个堂弟啊，心眼小得很，就怕被人陷害。可是我不怕。小何，再来一盏。不，再来两盏。嗯，大哥辛苦了。
谁啊？我是小何的贴身丫鬟，小姐炖了鱼翅燕窝羹，让我给老爷送过来。哦，进来吧。你怎么样，小心。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那些锦衣卫呢？恐怕已经遭到毒害了。都怪我中了调虎离山计，害得大人身犯险境。调虎离山？他们冒充沈大人与我传信，约我今晚在小院见面。可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却遭到了蒙面杀手的偷袭。阴谋诡计，看来这个龙太子也是个小人。大人，姑娘气色这么差。侄少爷，昨夜听了一夜风雨，想必这花也所剩无几了，现在有些难过罢了。昨夜府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出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昨夜有人刺杀杨大人。杨大人没事吧？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你就一点没听到？小何住在后院，比较偏远，并未听到任何响动。还好，大人有惊无险，不过我怀疑府上有内奸。侄少爷，这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就这么容易惹人误会吗？大人。崇明啊，杨大人说你找我，
我中了龙太子的计，害得兄弟伤残。崇明惭愧。哎，这不怪你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杨大人现在恐怕已经凶多吉少。杨大人呢？还在宫里，待会儿你照旧去保和殿外接他。我对昨夜那个杀手的身份有些怀疑。哦，这个叶小荷，我总觉得他就是杀手，而且他是龙太子的人。不太可能啊，他一直生长在扬州的深闺之中，父亲是朝廷命官，还是保皇派，人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反复试探过他，总觉得他有些不对。有没有可能他是假冒的？这也不得不防啊。我会派常总旗带一队人在附近策应，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联络常总旗。那叶小荷？我会派人到扬州去确认叶小荷身份的真假。这真是好料子。之前在家里头，娘也只有过年才用这种料子给我做衣裳。小姐，我就是想我娘。可能我娘她也想我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殿下。歇来吧。谢殿下。我大费干戈把你和真正的叶小荷调了包，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是没有把杨崇德杀掉？殿下息怒，属下尝试了好几次，都差点被那个崇明给识破。那就尽快杀掉他。恕属下无能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要尽快把崇明和杨冲的除掉，不然他们会毁了我的大业。属下需要您的配合，我知道崇明正在跟踪着我，我会用苦肉计获取他的信任，将他引出，明晚将他和杨冲德一举拿下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飞雪定不辜负殿下的期望。姑娘，这三更半夜的跑出来跟什么人见面？有些事儿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说出来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我也是身不由己的。姑娘如果执意不说，那我只好把你交给锦衣卫沈大人。你不要逼我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
全是你。如若姑娘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我爹娘都在龙太子的手上，我若不听从他的命令，我爹娘还能活吗？只要你将龙太子的计划告诉我，待我们将龙太子一网打尽，你父母就能救出。我知道你武艺高强，可龙太子的党羽众多，我若有一点反抗之意，我父母必死无疑。你在杨府照常行动，只要我们联手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实现了，除掉杨崇德，只要他的兵权归到我的手里，咱们的大事便指日可待。嗯，是一件好事，不过这京畿的兵权都归你，你这野心是不是也太大了？怎么，你不是答应过我除掉杨崇德，他手里的兵权就归我吗？你不要那么激动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。我暂且相信你，不过你得到天下又有什么用呢？真正统治天下的还得我们男人。嗯，越来越像个皇帝了。我已经答应了龙太子，就定在明天晚上行动。是。这个龙太子，我看他是自寻死路啊。你想办法把消息送到锦衣卫沈明放那里，另外通知火器营，明天晚上将龙太子一党全部歼灭。大人，您放心。是谁？是老爷让我过来的，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事情吗？龙太子给我下了死令，你今天必须得死。那你为何又不杀我了？我下不去手。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救我的爹娘。龙太子在哪里？龙太子的手下众多，我们根本应付不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我不能再牵连你了。小姐，糯米粉已经给大少爷送过去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嘘，等我回来。
人呢？这俩是刺客，严防警戒。我养了你十年，你竟敢背叛我，还杀了养育你的人，理应千刀万剐，还不受死？王太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为我的兄弟立寻报仇。是不是在酒里下了毒？你这个计策很管用，这小子果然中了我的计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腿脚无力，浑身发软？你中了我的夺命销魂散了，马上你就要一命呜呼。去，把他杀掉。
是。死又何妨？只可惜不能为立勋报仇。只是叶小河，你为何要帮一个伤天害理、助纣为虐的人？你才是助纣为虐，龙太子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，岂是当今狗皇帝能相提并论的？龙太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把面具摘下来吗？抓活的！白都主的命令，龙太子的人格杀勿论。扎查林，白飞黄，大人，叶小姐让我给您送了一杯沁着冰片的雨前龙井，让您解解乏。哦，放那儿吧。纸少爷呢？哦，他在外面练拳，要不我给您叫进来。不用了。你还有事吗？白，没想到会是我吧？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个毒是罗刹国传过来的，你越用力，你的五脏六腑就崩溃得越快。你还是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吧，这样你死的也会明白一些。你是龙，他这么招摇的身份不适合我，真正的龙太子是你的好部下扎查林。他在明，我在暗。暗杀名单都是我制定的，他只是负责杀人而已。不除掉你们这些愚公之臣，怎么能成就我的大业呢？你我同朝为官多年，我本该不想杀你，但是要怪你就只能怪那个狗皇帝，他太器重你了，让你成为了我最后一个绊脚石。没想到你会隐藏这么深，你这个乱臣贼！乱臣贼子，如今也快尝到胜利的滋味了。我就让你死得更明白一些吧。你的那个好儿媳妇儿
也是我培养了十年的杀手。真正的叶小河早就已经死在路上了，还有那个扎查林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要的也太多了。看来面对权力，还真的是没有不贪心的人呢。终有一日，我会真正受得起别人高呼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杨大人，玉泉龙井，沈大人，冲明惭愧，因我一时心软，中了叶小河之计，辜负了大人的嘱托。起来吧，这事儿不怪你。今天我要掐死你！皇上息怒啊！皇上，龙座没事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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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息怒啊！皇上息怒！闭嘴！我掐死你！臣愿给杨大人抵命，好在龙太子也死了。龙太子死了？朕今天先放你一马。如果再出一个什么暗杀名单，再有人在朕面前喊谁谁万岁，朕第一个先弄死你。崇明啊，钱我给不了你。杨大人死了，我没脸跟皇上要钱。崇明壮士，我想让你加入锦衣卫。多谢大人好意。这次事情办砸了，崇明已经无脸面对大人。你是不愿意与官府为伍，可是你想想啊，如果没有官府，那天下老百姓就会民不聊生，盗贼四起，那天下不就乱套了？你的好兄弟厉寻也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才加入锦衣卫的。现在城外的灾民越来越多，而且都涌向京城，这其中肯定有幕后的真正推手，如果不将其除去，这天下就会永无宁日。你再想想扎查林临死前说的话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我不是求你与我为伍，而是想请你看在天下流离失所的老百姓的份上，也是为了完成你好兄弟厉寻的遗愿，帮我揪出幕后真凶。
我何尝不想与友朋友共创江湖？入朝为官20载，正是为人间疾苦而抛弃一己之好。如先己后人，那你泛舟五湖又有何滋味？何能称之为真正的侠呢？请问这里是锦衣卫营房吗？我要找……哎，新来的是吧？我去。你个酒囊饭袋！喂，我是26号，我叫李思明。我是27号卓玉。沈大人已经跟我说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搭档。以后有什么事儿我罩着，锦衣卫上上下下我吃得开。